Chunshu Training Center Mahat 叫做 Michael Lim Yang Chai。 得到这个企业楷模奖，代表大会对我们公司的肯定和认同，也代表我们的转型是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支持。我们将会继续努力，创造更多全新的产品与更好的服务展现给市场，从而让我们迈向另一个高峰。